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荡，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皎洁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哼，别把声音远近。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个苦含每颗山有自灵，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冷说明我、自己一个做证。仗义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牵领，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高兴，独个观看世间变幻事情，一罐的汽水呼出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Thank you。 剛剛就是林家謙一人之境啦，林家謙是我即很欣賞的一位比較新一輩的創作人、唱作人添啦，而我覺得他有少少以前來計就是陳百強的影子，即是又作又唱又把聲又好，即是很特別的很感人的聲音樣。剛剛的歌我自己很喜歡，所以呢我經常都會唱的。跟著下面這一隻歌呢都是一位新人，不過我相信他都很快會是很紅的了，他其實現在已經都很紅了，我覺得他我下以下這隻歌呢我就選了他一隻很 hit 的歌，希望大家會喜歡，就是MC 的記憶面。人抱着一张被，在記憶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
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相对。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若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愿你欢笑。和凌乱发誓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相对，状态就算极空虚自私赢得了独居。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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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陷入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到尽，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物有变更加登对。天花塌下还在祝福他跟你数羊，胸襟够吧，凭什么洒脱自弹自唱？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也最好不要，就当泪腺失调，早深入记忆，你怪不了。Thank you.咁好啦，咁頭先都約約略略咁樣介紹過朱振東先生，咁咧即係好唔好聽啊？佢一路彈佢鋼琴 ，yeah， 好正，係啊！佢彈琴咧，我就超級放心，即係就算我啦啦流流，佢都會追翻啊咁樣嗰啲。所有歌手都好中意一啲咁樣嘅鋼琴手嘅，同埋好似會即係化解好多危機咁樣嘅。耶、yeah, ，thank you 啊！我都可以 create 好多危機㗎。create 好多危機啊！你可以試過㗎。OK， 你坐低坐低，唔使。係係。OK， 啊咁咧，我哋其實都除咗好耐之前已經認識啦，其實Anthony 翻香港冇幾耐，我已經認識你啦。咁除咗我哋一翻去，好似係合作嗰啲電影先，第一樣嘢合作就合作係電影嘅，好似電影配樂係咪？咁係啦，電影配樂啦，我記得嗰陣時係做張國榮。莫文蔚、舒淇嗰色情男女嘅電影配樂啦，咁樣。我哋幾個 composer 一齊做嘅同。係咁啊，又仲有阿希啦，趙正熙、許願啦咁樣。咁啊即係嗰陣時就係第一次合作啦。咁跟住咧就後來就開始咧，你又即係做好多 show 啦。咁慢慢就做好多演唱會入邊嘅音樂總監啊，咁啊彈鋼琴啊咁樣啦，咁除了
頭先講過有，頭先講過有郭富城、郭富城依件、衛蘭、周慧敏、Vivian、衛蘭，嚇，即係等等嘅音樂總監啦。咁你其實咧，原來早幾年我哋一齊都做咗一個㗎，做咗一個嘅，呢個真係超級大師，佢黎小田先生啊。黎小田嚇，咁啊喺佢好似係叫做入行五十週年咁樣嘅，係咧。五十，要 Google 下大家，即係我冇作準。嚇咁，我有一個嘅紀念演唱會。嚇咁啊，嗰次咧就我係唱和音嘅。其實大部分時間咧，我做演唱會咧都係唱和音，所以 that's why 有嗰個 YouTube channel 教大家唱和音啦嚇。嚇咁多謝。咁而黎小田呢一次咧，即係我都覺得好榮幸啊，因為即係有機會同呢位大師，即係好中意佢啲寫啲歌咧，好鋭心嘅 melody 嚟嘅，好多。真係 legendary 啊 ！legendary 啦，係啦，係啦，咁啊，大家都好懷念佢啦，咁啊，咁我哋特登今次咧就揀咗一隻佢後期一啲啦，叫做係嘛嘅創作，都十幾年前嘅，但係都係佢嘅後期一啲嘅歌。总有段情落入这种
困窘，或有一天，当你大了，城府开始深了，年轻的眼泪流光了，便挂念曾经这样了。是所有热情会干掉，一发现已经成熟。Thank you. 記得認得呢隻歌，記得呢隻歌啊 ，Eason 嘅《Crying in the Party》嚇。呢一 part 咧係特登撩開佢個口要撬開講嘢，同埋對住個麥講嘢。我唔好慣啊，唔係好慣。OK。彈開琴唔好慣。係啊，我其實都唔係好慣。好做得好好啊，但係。OK， 多謝。好似我記得咧，其中有一位嘅歌手咧，我哋都合作真係多喎，係郭富城嘅，咁啊係我做 show 啦，咁亦都有即係一齊幫佢即係監製一啲歌啊，係啊，做咗咁多年，同郭富城做咗好多年，佢每次演唱會都會想 do something different， 譬如有一年打鼓，有一年吹 saxophone， 即係佢特登學噶啦，佢本身唔識噶嘛。有一年佢想佢彈琴咯，咁我教佢啦。但係其實我哋個個 in general 學琴都係學睇譜，即係細細個學睇譜先彈到琴咯。但係我唔會教佢睇譜咯。咁 takes so much time, many years 啊。咁啊，我咪教即係彈一句，佢跟我一句。我提一句，我下一句。即係好 sweet 咁樣一齊撳撳喺後邊。幾 sweet 嘅，係咪？係咯，但係所以佢上兩三堂已經學，都好似兩堂子已經彈到一隻歌出嚟咯。咁我覺得好勁嘅，我又冇教睇譜，佢就咁 just copy one phrase。我後嚟發覺咧，佢點解咁快或者咁叻呢樣嘢？就我覺得我冇同佢講嘅，但係我覺得佢係好似當排舞咁樣咯。他排舞都冇譜噶，係排舞師一個動作，咁所有其他 dancer 跟呢個動作，即係跟呢啲就係當動作，跟個手指咯嚇。我覺得呢樣嘢幾，即係原來唔同人學呢樣嘢係唔同方法噶啦嚇。好 interesting 啊，即係嚇。咁啊，你可唔可以好似郭富城咁樣舞用譜嚟代跳舞咁得唔得㗎？嚇！我講嘢已經咩啦？唔好嚇你啦！唔好走。OK， 佢成日驚佢走唔得，突然間走咗去。OK， 咁咧嗱，今次咧我就揀咗隻歌啊。頭先你依件你揀咗一隻俾我啦。其實嗰隻一生愛咧，個你揀嘅。咁啊，依一隻咧就我揀嘅。咁咧呢隻歌咧係大哥唔知有冇記得郭富城第一次做金馬影帝嘅嗰套戲咧？是不是金馬影帝啊？金馬開始台灣噶，係啦。咁咧係就係三叉口啊，有冇印象一套咩戲啊？嚇！咁咧跟住呢套戲咧，其實係你做電影配樂，電影配樂啦嚇，同埋寫咗隻主題曲嚇嚇，出處你監製啦嚇。其實你掹埋一齊監嘅，係。You did all the work， 所以我當你係㗎啦。OK， 啊咁呢隻歌咧，即係我特登揀想唱啦。咁咧就係柱振東作曲嘅。三叉口的主題曲，我唔係做好多歌喎，就係呢只。如果必須要活着。能否得到你共行？话未道尽就要放手，
在半路中一声不响，如今假想你活着，才可偷生继续行，做物玩弄几番交错，人潮内能偶遇，但却看不真。如果这一切是个岔口，何解只得我独个守候？情况已乱，重寻这一切是你吗？人为何没答案？何解找真相令我放手？求不必转告，让我荒谬。情无折旧，仍然想是忆中占有。即使呼吸才没有，如今假想你活着，才可偷生继续行，做物玩弄几番交错，人潮内能偶遇，但却看不真。如果这一切是个岔口，何解只得我独个守候？情况已乱，重寻这一个是你吗？人为何没答案？如果找真相令我放手，求不必转告，让我荒谬。情无折旧，仍然想是忆中占有。即使呼吸再没有，情无折旧，仍然想是忆中占有。即使呼吸再没有。Thank you， 多謝 Anthony。呢隻歌之後咧講咩咧？我哋係咯，唔係好多歌係一齊參與嘅 production 噶。係啦，近啲嘅咪。咁啊，頭首先三三可係一隻啦。仲有我唔係好多隻嘅嚇。係喎。有一隻你作我編嘅。是嚇，係都得啦，我記得講咩啦嚇，多謝你提翻我轉頭，真係叻啦你。咁咧係啦，咁咧其實咧喺我哋即係其實初期即係即係啱啱即係佢翻香港開始做音樂嘅時候咧，咁咧我亦都其實係開始即係寫得多啲歌嘅時候啦，咁咧就有一次咧就收到劉德華嘅監製啦，咁咧就就話要寫一隻歌啊，有個廣告咧需要出啦，咁咧要有一句嘅歌詞就一定要啱音先至得嘅，咁睇下有冇一啲作曲嘅人可以幫手寫到歌係咁樣噶啦，咁你知道廣東話噶啦，九音啊咁樣咧，一定要跟啲音唱先至得噶嘛，如果唔係就歪噶啦嘛，咁咧佢俾咗嗰句歌詞之後咧，我就要即係嘗試塞嗰啲字落去，隻歌係要唱得啱嘅，咁。
跟住咧，好榮幸，好開心地咧，咁阿華仔就揀咗我隻歌，咁咧就用咗，咁不過咧 ，oops， 咁咧就係咧我咧嗰個 production 嘅時間，即係做隻歌嘅時間咧，我去咗旅行，就唔喺香港咧可以幫佢做嗰個編曲，咁咧，得啦。就是柱振東先生幫我編了這隻歌，就是《心只有你》。在匆匆的处境，曾相识的背影，最远的人心里，有着了最近的呼应。多天真的眼睛，藏丝丝的笑声，我半生人希冀，爱着那原来的你。回头便知我心只有你，沿途路斜，爱却在原地。平凡日子令我一再度回味，想你，思想你，心只有你。多天真的眼睛，藏丝丝的笑声，我半生人希冀，爱着那原来的你。回头便知我心只有你，沿途路斜，爱却在原地。平凡日子令我一再度回味，想你，思想你，心只有你。個過門都好聽嘅，柱振東編曲 ，yes，yeah，thank you Anthony。咁咧，個呢個 mini show 啦，咁咧就多謝大家嚟啦。咁咁咧，咦，我又講錯咗下一次要講乜嘢添？嘟，當我冇講啱嗰句。咁咧，係啦，而家咧要帶俾大家咧呢隻歌咧，就係咧。其實咧，即係近呢個 pandemic 咧，咁我就
都翻過兩次香港咧，都係同一個原因，就係為咗一位歌手嘅演唱會，咁咧就係張敬軒嘅演唱會。咁我其實好開心啊，由佢即係喺紅館第一個嘅 show， 佢係特登揾我嘅，佢話：阿德，我想你幫我唱和音啊 ，O 唔 OK 啊？咁我梗係 OK 啦，咁嚇，咁就第一個紅館學外演唱會好似叫做，咁咧就開始咧，佢每一次嘅紅館 show 我都幫佢手嘅嚇，即係做佢和音嘅。咁其實亦都係即係個 show 入邊，即係可能即係安排即係有關於和音嘅所有嘢咁樣啦。咁所以即係喺 pandemic 嘅呢兩次咧，我都特登即係翻去，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好煩嘅，雖然係第一次14日，第二次21日嘅 quarantine， 但係我都好想即係支持即係軒仔嘅20周年嘅一個嘅，我叫即係盛事咯，我覺得一個紀念啦，或者咁咧而我所以今次咧，我大揀咗兩隻歌，即係咪淨係軒仔好似係揀咗兩隻歌，其他都係歌手都係一隻嘅。咁呢個咧，呢一隻歌都係軒仔嘅歌嚟嘅。咁啊，希望大家會中意呢一隻歌。頭先我 up 咗個歌名㗎。